欢迎收看女演员的进组花絮。今天六点就起床了。细节保密。你求婚了？还是不想走呢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好消息是今天是星期五，坏消息是周末不休息。唉，看起来好疲惫呀、啊。最后一天，今晚一票。连轴转的时候都用这个，可以改善暗沉，还能安抚红红小情绪。一片恢复出厂设置，一加一大于二哦。不过，填满才有安全感。让我听听明天的行程安排。这通过感，爱了。物尽其用哦，明天依然是白净的哟。猜猜这两个水果到底是什么？无花果 ？No， 姑娘果。看起来像不像蛋黄？嗯，甜甜的。冬枣 ？No， 奇异莓。好像猕猴桃哦。明天还要早起，拜拜啦。